说晚上11:30的批程，这个房子里面要啥有啥。我就不信这个邪，今天我也来试一试。我说一楼有一滴信号枪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说二楼有一滴大包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去，真的是说啥来啥。那我还说里面的小房间里有两个黑卤蛋，你们信不信？哎呦我去！妈妈，亲爱的，有坏人偷看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看我把它做掉。亲爱的，木木木木木木木的。好家伙，这两个黑卤蛋居然害我掉大分儿！待会儿再遇到他们，看我不让他们体验一下绝望！我就不信里面还有那么多东西。我操，怎么有这么多 AWM 子弹？光有子弹没有枪有什么用啊？去二楼看看。啊，这个房间怎么这么绿呀？难道小房间里有什么猫腻？不会是有腹肌的小哥哥吧？嘿，先把衣服脱了。不对，万一是黑卤蛋到色狼呢？算了算了，还是把衣服穿上吧。Hello，Hello， 小哥哥，你们好呀。嘿嘿，小姐姐，快来玩呀！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大哥别杀我！我把枪都给。